抓到了，妈的啊！这个一直在选择一个选择，没办法，我知道托定要是不对，主动推席啊，然后我们想要清纯玉女路线，那想要刚刚讲到进呢，哎呦，好了，我浪费玉女啊，后来才讲起把变邪性，哎，所以你呐，等下看我咧走路，你感觉我走路邪邪的，所以就变邪气啊。是啊，准阿爸来讲哦，你无敢照啊，你走我来管。像 Michael Jackson， 佮去到西门町去快闪，我本来嘛想要跟人去快闪，为什么呢？哎呦，你来这坐会啊，佮保持这款，一定要保持这样的心情。有的人讲，哎呦，心情歹，单位拢不爱去，心情歹才要走出去。哎，你若心情歹，带人去快闪，这样就对了。今天到这边讲啥，佮看麦子咧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演艺圈有许多杰出的资深艺人，他们的儿女承袭了父母的表演才能，到底他们有没有实力可以站上舞台，接受观众的掌声呢？今天新爸新妈们将带着儿女们勇闯演艺圈。哎，原来是安尼，第二代要让伊出头天。好，先来介绍一个，就来介绍一个是这，那今仔日这内底你算第一代，你卖瞎了。第一代王彩华，嗨。你的名头前，你这叫做老西五，老西五你哦，哎，啊就老西公，而且呢菜头，哇，啊大家好，阿姊啊你好，为什么一支提赞，一支提虾，虾这么少年人个表演得很虾，或表演得很赞，表示恁今仔两个要来做裁判的，当然啦，对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哎呦，无简单，那菜头是绝对有资格，第一代的老师，对，无输啊你啦，啊，我这彩华我那是多年媳妇熬成婆，我那无简单，哎呦，不怕平，我那都阿无跳嘞，我无跟你，阿无跳啦。来介绍这个正港吼，你卖介绍过，哎，九七号的，阮这主席，爱当做主席，普通拢是老大的较侪，老大的啊，甲伊的第二代，我欢迎哎黄圣雅。哇！大家好。哎，我来介绍这个吼，嘛是我业界文青人方俊，今仔主要要介绍因囝叫做吴永乐，阿乐。我来甲咱介绍一个吼。一世人吼，阮这兰如姐，一世人吼，从蚱蜢公主吼，高凌风力捧的蚱蜢公主，伊啊一辈子这样浮浮沉沉，冇真好的心，冇卡歹的心，哎呀，浮浮沉沉，到这个时阵，为何因查某囝还佫嫁出来嘞？吴小芳，大家好。起码先互恁这少年的吼，先点只鼻芳一下，看这大家安怎起来。那妈的，我是唔知啊，俊啊，我嘛唔知道，啊，若是这个叫做彩华甲我吼，阮的细汉囡仔时代、少年时代，拢足瘦的、足艰苦的啦。啊，菜头是瘦的，好起来。哇，我差不多啦。你拢干啊？又做老母啊？去恐？哎，来来去恐诶！你就干啦，做啥？我一直讲讲啊，大拢惊啊。有说印象深刻。哎呦，阿姐，忙个提起讲较早去用关的代志。你若讲安尼，我也无讲伊太人啊。龙舟回头金不换，但你有一辈甲我讲，我足感动的啊！伊讲，所以年轻人要听放暑假，年轻人伊讲，伊想哪会改呢？看到伊妈妈足老啊，啊挂物件来给伊吃，伊妈妈吼，甲伊讲，你若唔改，后摆可能我都袂过来啊！伊妈妈翻身倒转去，看他老态龙钟安尼行倒转的时。伊就一直看，一直看，目屎滴落。迄集我足感动，我缀你哭咧。好住啊，好住。从开始改。应该啦，大家拢是做唔对才要改，咱唔好做唔对，还袂做正经就先改。啊，拍鼓啊，一个。谢谢啦。啊，哥哥，你今仔实在是好个阿婶。因为在阮家艰苦啊。艰苦。我伫我开个所在嘛，足艰苦。哦，嘛艰苦啊，啊，恁家好个阿婶。啊，好个阿婶。非常之艰苦。今日你到底？
来比伞的就对了啦，男女结合的伞，叫伞啊，伊上可怜，啊，这内底所有伞无人伊的伞，因为咱搁还袂去，让咱阿母甲咱卖掉啊。哎呦，阮是较早我免钱要分人卖的，搁转啊，但迄感觉还搁有面子哦，伊是三姊妹啊去绑互人。放六年七千块，啊，放七年六千块，我袂，反正就是真无价值就对了。啊，拍，伊这拍到大汉的呢，拍到一大算无简单，都是很穷的。那我要请教大家哈，就是说你们在演艺圈的过程，到底是一帆风顺，还是很辛苦？我按你来讲。其实哈，我算讲我细汉哈，我就做爱唱歌跳舞。嗯。我到今仔为止哈，我一个心愿拢无法度完成。嗯。因为我做自信，我家己唱歌真正做好听。我真正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吼，今仔日评审吼，因老母先甲评一个。好，我先。你是唱粉，你粉到死还是啥货啊？为什么啦？为什么啦？这有够唱啊！我是来卖这个。我们太久没有听他的歌了。我讲吴小芳，你若听恁老母唱歌，你会汗颜。真正，伊早无对标，今摆无对标。好，我来，你紧紧来唱一个。为什么？还不卖？还不卖？好，还不卖。以前伊咧表演吼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让我做你去，无哪有予我真情半句？是什么代志，全无代念？我是初生的幼儿。老板晒，感动，伊较早彩票叫我做，真的，我袂骗你啊！我咧搞，伊较早我也想啦，我咧搞，今摆伊搞唱，我搞听，甲拍伊才十六岁。好，今仔你无记，我今仔我无出来，伊会变伊足悬的。你若出来，早叫我去死啊！你我看你目屎险流出，因为足侪兄弟人爱听这款的歌。不是，啊你搞。我今仔也无像江蕙，因拢同歌的嘛。你是比江蕙，我就是穿这个裤，我今仔穿这个裤，我觉得好看哦。我看人家流行。不是，杨先生不是我咧讲哩，你就是这世人就是咱做袂晓穿衫。今天是真看无？还好。你别来讲我以前啦。伊较早第一张相片出来啊，伫海边，哎，刮出来足水的，像我这走行出来，哎呦，是爽个，是怎样？我卖讲以前的我嘛安尼，较早的我，因为什么我们不会穿衣服？较早咱拢无经纪人，嘛无专业服装师甲咱帮忙，讲叫我唱袂煞，你知无？啊，我要去翕相哦，要去A200让陈文斌遐翕哦。啊，我去啊，我唔知要穿啥，我讲我要不要穿一件很穷的衣服？啊，我挂面，啊，我挂住，我这放在好我脱，做你想要离开我，啊，就这样。这个很好笑，所以那爷爷嘛，常常咧唱这条咩，啊，我叫他逼的，他逼的。我想，我一个穿，我是不是要穿一件比较穷的？你那叶爱玲那样子，那我是不是去跟乞丐借一套给你？你觉得怎样？我说，那
我要穿什么？我穿的衫哦，拢收散。你讲你还是叫做歌星？对，请你帮我整理漂亮一点好不好？后来我创模嘛，凊彩个临时，因内底有诶模啊，凊彩人个专业诶，现在摕一顶模啊，我戴。啊，就去菜市啊，买两蕊百合花，即个青青啊，搁咧滴水。百合花咋个夹在顶头？哎呦，哎，今晚还有那个唱片的人看一下，那封面拍的还真不错嘞，真水嘞。啊，所以迄时阵拢未晓穿衫，啊，即为你是感觉伊无穿，那是不是？了解。我讲啊，我人歹下吼，但是你看。嗯，啊！你穿了够够歹，我妈妈叫我穿掉衫，我穿了够歹用嘞。无啦，等下你自己小姐，问蔡桃穿了到底怎样？穿得非常的。哈哈哈！无假啦。无假，这跟你讲扯，无假很瞎啦。哎，我咧穿衫，做格子，都这样吼。是。我两个姐在家啦，男女姐姐在家啦，一路过来。哦，你有够爽的呢！哎，啊，你看阿尊啊，我虽然讲人矮个摆吼，我穿只安那心做比赛，哎，我两个做那变安尼嘞，我两个变做那变，是是是，拍这个严嘞，好大啊！来，哦，对哦，我们要先请问那个兰如杰哈，其实你的声音那么好，你的实力这么强，在过程中为什么不昂？不昂的观念到底是这样？你最大的挫折是什么？应该是我的做人吧，啊，安怎你直接硬气？不是讲硬气，因为我做性格，真奇怪的是我袂晓好嘴啊，这位啊，啊，佫讲的袂好听啦。比如讲吼，一般人看到你白冰冰啦，其实吼无做好看，伊嘛甲你学了讲，哇，你今仔真水。但是我讲袂出来，尤其是吼，我拄着一种自论，对对对，就是讲袂晓讲好听。所以意思讲我无水。啊，这就是比如啦，比如啦。那我再来问小芳姐，你看着妈妈还有姐姐，你真有一个姐姐，也在某某经纪公司签几啊年，浮浮沉沉，妈妈也浮浮沉沉，姐姐也扑扑颠颠，你为什么还有这个毅力跟勇气敢再出来闯？为什么？我不相信。我要拼拼看，是的，是的，不向命运低头，对，明白。有一点也是不向命运低头，就是觉得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表演，我不能因为别人跌倒，我就说啊，那我不要走了，不然我会跌倒。这句好，这鼓的掉了，对，过来过来。不能因为这样，所以我就觉得我没有走过，我不一定会跌倒，我不知道我会跌倒，所以我要去尝试。对，跌倒了很痛。对，哎，有这里这条路有两个方式哦。前面妈妈跌倒了，姐姐跌倒了，我不相信我不能走，再走被她绊倒了。那还有一种是讲，坐较远的，坐较远的，敢会跋一倒？啊，有一种讲，我不相信，我有办法走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要跳过去。哦，所以要走捷径还是绕远路，这都是自己要有方法的哈。那我来讲准啊，准啊，有无？你过程中敢有啥物较挫折的？我较挫折时阵是伫咧内声歌厅啦。你现在歌厅啊，好，当阵咱打着华氏的歌王吼，哎，去遐咧唱歌。我散嘞，我烟倒嘞。对啊，当阵我的面嘛，差不多就咱三块。你较细粒啦。今麦十几家，好华鸟诶。你较细粒。阿廖，你惊死。菜头拢掉。十几家。本来迄个种菜头啊，你可能去诶，有啥物是伊诶南瓜啦。你现在歌厅时阵吼，有一届头家叫咱来演戏安尼，吼，哎，当阵拢有。歌厅拢有规挂规挂的，我啥物歌都唔是，然后我就用一去吼出来，就安尼就来唱歌安尼吼，个华氏歌王那是啥呢？就那叫来一个角色叫来演，演迄个单色蜜吼，后边迄个太监也上方宝剑。好，我就是单色蜜你演的，你演稻田修布，演迄个单色蜜。单色蜜后边迄个太监吼，稻田修布也上方宝剑，规场对人惊来惊去吼。当地的新婆话无，我嘛徛咧遐吼。啊，你阵已经出名呢。拢无讲半句话。人听要甲你创治的。对，条你创治。嗯。哎，有些当阵我心内吼很挫折啊。嗯。我就发愿讲，这个舞台我若无做主角，我就不爱走。哎，是。做完了吼，这是一个也是。所以董承熙你嘛不相信嘛？哎，我嘛不相信啦。所以小贵啊，我有做主角，不相信。你当真哎？我做歌星，我参讲我都袂晓，我嘛本来样耍宝，都安尼直直恶安尼。是。哎呀，歌星如何变成谐星呢？这安怎？啊对哦，那心态要调整。哎，啊，我看人，哎，人讲这句话那才好笑的。很重要。就是买来你就对了。我人讲这句话那才好笑，
哎 ，Q 起来，哎，伊个观念伫啥物所在？伊个动作那真好耍啊咧，咱就伫学着学，学个即卖。我嘛是啊，迄阵我对军歌的时阵嘛，嘿，我嘛是，我迄阵我嘛想要走玉女路线啊。我也做就哦，做玉女，就变玉女。哎呀，但是变玉女了，我感觉我愈来愈孤单，有无？路愈来愈宽，有无？我来讲，这都爱安尼啦，嘿咧。一人夹一支，来问，迄个柯志海。你讲来，你讲继续讲，是袂是？秀东车时啊，然后我们想要清纯玉女路线，那想要看我行到近呢？哎呦，好啦，我浪费玉女啊！我两只公鸡把你变邪性，嘿，所以你呐，等下看我咧行路，你感觉我走路斜斜的，所以就变邪邪。你好坏哦，你！乱来，这我知，我阿好变的，这就是按咱那三八的容易使，按那按玉女，按那就大家就变变啦。对啊，玉女。嘿，阿舅，我阿乐啊，哈，你未来你想要做什么？嗨，想演戏。想演戏。是。今天的这个后面的表演有没有表演演戏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啦，很低分。这阵无记无表，来，我给你在边准备，小芳先。预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喂，姐哦，哎，那个妈明天要出国哎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太好。不是、啊，这么真的、喔，你爸跟妈讲，你好，那你现在找我，你干嘛、啊？我在讲另外走进来干什么？你很没有礼貌哎、欸，又怎样？明天要出国又怎样？啊，你就是很没有礼貌，没有敲门啊！你们看我在讲电话吗？妈妈怎么这样？快去准备好吗？我知道你很忙，快去准备，我在讲电话。好，再见。嗯很小啊，那只能演一种。你知道不？跟我精神分裂。不过，可是我告诉你，演戏就是要这样。哎，啊，这样子好大，能够演什么像什么，瞧的都是。啊，这样子好了。你演啊，你演小孩子，他演爸爸。你爸爸，我回来了，暖。是的呀，他肯定老了，他肯定。来，演戏。导播镜头大家向安遐去哦，遐一个吼天梯天一边的，哎呦，就你看这个型哦，有型那个老苍的哦，好节目有两组在探集哦，我爱的尴尬。你的小孩子他演爸爸，你爸爸我回来了，暖，是的呀，他肯定老了，他先来，爸爸来开门回来了，啊你不会你照你，因为现在年轻爸爸很多，你当家的脚到底是啥？当家的脚到底是啥？你很自然的，你没你做的妈的脚问，你爸爸到底是脚问没见？你不用特别装的老态龙钟，不需要，就照你平常的方式哈。阿林干等下啊，五四三二，爸爸，爸爸，我回来了，爸爸，我回来了，去打车。我打车去等下呢。我打车去等，我叫你打车。你先讲，讲那个公仔，爱讲讲啊。这鱼太烂嘞。爱想话出来讲啊，想出来想出来。我去辛苦，辛苦，无做回事。我跟你做微信，俺爸发短。那我来讲马哥哥哈，马哥哥，我住我八里的时阵，你吼就住来呀，住来呀，边爱白发东主啊，像哦。我感觉自从我捌你，你就是足红的明星。我没有看过你不红的时候，所以你敢有可能有人啊？你嗰时吼顶，我那是真有 powerful man 哦。啊，所以小人就啊，所以你敢有可能，我敢有像刚好你上面挫折，你敢捌拄？一生已经应该讲我真平顺啦。自从入去这个广播电台算入影样款的，我入去开始就袂歹啊。迄阵台湾也无电视嘛，我开始我迄当时用个在增加我广播剧团，刚才新剧团出来嘛，啊什么改广播剧，啊入去拢做主角啊。开始入去就是安尼，一个训练，啊初入去嘛不能讲话嘛，还蛮讲话啊，嘛袂样个啊，我足认真嘞，非常认真嘞。我从小在一向就是就从细汉用脚踏出来艰苦，啊，脚踏常常欺负，哦，无钱人看我你无去嘛，看别人欺负，我都唔愿。啊，我差阮大阿十一岁，
超过小弟六岁，安尼五六岁，我就这中间就跟咱讲，所以有一个责任讲是讲，这家庭我爱欢，我爱欢人呀，上面就爱家己担。啊，所以我就从最小我就讲到尾，我都要做头了。你要本身能成头啊！你就是爱为朋友出力。通伊帮忙，即个性就从虽然就养成了。哎呦，你搁假讲，你无看呢？来，迄个导播镜头在甲向安尼遐记哦，遐一个吼天气起一边的。哎呦，你看这个型哦，有型迄个老苍的吼。好景有两组在趁钱吼，我有感觉吼，因为即摆伊是阮这个马如龙哥哥的经纪人，啊，未来的新妈。就来我拄啊一看，啊，原来就是天气这边的吼，嘿，伊真个欠摕一个灯魂吹啊，嘿，灯魂吹啥来就行了，准备。我情调跟他直起。我意思讲吼，其实你们一家非常的和乐，也真好。阿丽吼，拢平顺哦，阿丽就是拄啊是安怎讲安遐去，你知无？伊就讲为什么做头？因为伊有天人遐济嘛，天人遐济表示钱爱开足济嘛，所以你听你遐迄个吼，今仔无收顿来那会使，我那还听你遐好好，因怎么顿来？迄个小兰，迄个咩什么人吼，去用台吊箱，怎么在病院？咱打落来吼，摕钱出来，无啦，已经无钱啊，拢去互乌了了。一丛啊，偌济破开，内底人生中停，伊是即款的，哦，停了，哦。钱当也穷了了，所以这咱拢知，所以要做一个阿尼基吼，我爱有付出就对。当然咯。啊，今仔你这个查某囝有兴趣，啊，你感觉安怎？我有兴趣，因为碰上阮只囝吼，像阮只后生嘛，生较足缘投的，但伊都无迄个，会当比我少年个爱缘投啦。啊，不，伊都无迄个兴趣，我拢自由，我拢会囝，拢会。啊，目前为止捌表演过无？伊哦，伊就是读华冈艺校啊。哦，读华冈艺校，华冈艺校有好几个科技嘛，舞蹈系，吼，啊是诶，诶，组织哦，戏剧系。戏剧系。诶，啊，你是这个系你读得很好，还是更校系？就叫你来戏剧系。嗯，我戏剧系的。所以刚才你看人家随便表演，这个难不倒我，会有这个心情。不要这样，不会啦，就看在眼里，然后自己稍微笑在心里吗？不是，看在眼里就是别人看有哪些优点、缺点，自己要稍微捡起来，稍微自己要改一下。安尼这个很贵，来很顶啊脚。华冈艺校呢？喂。很妮，我老公不在了，你赶快来我家，我等你哦。哎呦，哇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哇，好可凶，哈尼，来，哈尼，等一下电话响了，喂，哦，老公啊，什么东西忘了拿？啊，我拿下去给你好不好？在门口啊 ！Oh my god！ 好。怎么办？你快躲起来！躲起来！哪里？快躲！快躲！我都可以啊，都给你。老公，他是我表哥。我没有啊，真的是我表哥。修水电的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表哥？老公，不是你们两个啊！不要吵架！不要为了我吵架！怎么办？老公要跟我离婚了！哎呀，是是是是，然后你对我一个，老公，这款是跟你妈妈学的吗？迄个平常时啊吼，啊，迄个做大哥甲大嫂，迄个门都无锁嘛。我跟你讲，老三五，同款的剧情，老三五演一摆，老三五演一摆。阿爸，对，好，伊袂去。喂。老公，好你哦，小狼狗，快点，你快来，我老公刚出去，那死老头他出国了啦，你赶快来，我等你呀！啊，小狼狗，快，你笑你啦，哎，好演了完了，演完，小狼狗。快点来！什么？叮咚！等一下！你赶快，等一下！你赶快躲起来！快开门！啊，老公，啊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，东
西忘了拿，啊，什么东西忘了拿，啊，嘿，刚刚好像听到没有，哪有男人的声音，没有，老公，你不要走了，你不要吵，老公没有在那里，没有在那里，老公没有在那里，啊啊，完蛋了，抓到了，啊啊！这个叫鬼爬的，叫鬼爬，一直在选择一个鬼爬，鬼爬，没办没办，我知道头顶要是不对，那给我一根针呢呀？这针呢来，咱给他做啥概念？你是给我安哪话了去？你敢不知道这个小狼狗，一时讲了啥概啊？你要跟我离婚？你来走，我求你！你来走！不行！你别离开，你赶紧离开我！你给我钥匙，你安怎家伙？啊，婆婆啊！哎，朋友啊，真的好听啊，婆婆，安美帅，安美帅。老师母就是老师母，哎，这不对，哎，这不对，老师母就是老师母，因为伊叫鬼拍到遐足神，赞呢，伊雄雄大一千，少年有看到无？照安尼，按这个叫拍到遐开心。哎，我感觉这你哪有知道？老师母呢，台上十分钟，台下是十年功嘞。啊，你若很 OK， 你就有前途了，好，开始。去给恁翁拍掉，还老公没有没有，是不是啊？是啊是啊，老公，我啊你误会了，他真的只是亲家。哥进来要逼你看好，掏出来掏出来掏出来，老公什么？你要跟我离婚？你真的要跟我离婚？你要知道我在家里。做的都是那些劳力，你应该要疼惜我，怎么可以打我啊？又一次。也该带书哦，因为你要叫伊老公你十年三次，我要那个一天三次，那个小孩子不能讲。对，你看我那个也要讲，你多少讲了，你讲多少次？有一次，有一次之前呐，有什么劳力劳力？劳力，你让我的劳力死在这几年，你都要我贡献我的劳力啊，那个。对，掌声鼓励。胡小芳说来不说听，来来来。要跳跪爬的话，开心啊！跳跪爬，对不对？五四三二一，哎呦，是啊！哇塞，阿娘，我已经怕他躲烂了。结婚十年，你从来没有打过。大家都会变输。就因为他，我才拖一摆客呀，娘娘。他第一次来家里，你就打我。还解释？每个人都有味道，来了阿诺啊！叫你老婆，你做查某的哦。完了五十三叫鬼拍掉哦。好来，五四三，天丢他憋他憋，那不是在讲嘴，为何阿爷说爸爸？哎，冰冰，冰火五重天，你做查某的哦，完了五十三叫鬼拍着哦，好来，五四三。你不要叫你脏掉，我叫你叫破音哦。你形容彻底哦。明白。这囡仔就是爱鼓励嘛，安尼就会嘛。好，继续。阿娘喂。继续，啊，搁老娘喂，你真系甲你这么包落？
有鸡翅无？有啊有啊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好鸡翅鸡翅，甲你怎啊徛嘞？红的，红的，赶紧啦，头一摆尔啦，好不？原谅我啦，好不？你们看谁？你们在用什么？我以为你今晚就开始按八道按灯面的站着。我跟你欢迎你，没办没办，欢迎真的没办。我那有啊，那有啊。我难叫怕死的。啊，过来的，过来的，没事。我有第二胎安呢。第二哦啊嗯啊。你猜敢我的？你猜敢恁爸的？你猜客兄是客兄的吗？我家己嘛唔知咧。爱者，哦，恁爸要来走。老公，不要走。哦，哎，我那路，我那雷去哦。老公，讲两句我足艰苦的。不要走，伤很大。没卖嘞。你那边会讲啥？哎，多讲，多讲，多讲，伊吼拍你两招吼，你做袂出。来，我来教你。头一个落，啊个一个落，这你做袂出。哇塞，这哎，你有去练舞吗？无。啊，无你那知影讲安尼踢来。我知影安尼足疼。哦，安尼哦，不叫囡仔踢过。不叫你别难过。好不？踢到真是安尼，啊，唔多去踢到命根子，会什么表情？预备。是呀是呀，赶快拿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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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是是！哎，我跳跳！哎对，我跳不行不行不行！哎，就啊，拍拍啊拍拍啊！开心应该袂歹。我本来想讲，啊，若去用阿鲁巴的。啊，无啦阿鲁巴，不行不行！摸了摸了摸了！哎，这我本来怪伊戆戆。这两个查某比各有所长，各有所长哦，嘿，爱厉害哦。看先我少年时阵的个性，未来你若讲有想要演戏吼，你的潜能就会开发出来。所以我拄仔过你较少，啊，你敢若要演戏，啊，你都不会演，即马看到遮来吼，你敢若去哦，命根子这我演袂出来。迄个用挑着吼，迄若关于病院吼，来，阿爸演一个看着命根子诶。迄护士吼，会甲问讲。你要看哪一颗？也公，我两颗都要看。来，姐姐阿爸来，阿爸来，来，你刚刚恁讲的，咱这么少年，他就厉害呢。不过今天所有表演的本来都不在我们的这个预算里面。对。阿仔，我刚刚讲讲精彩啊，不错。正式的，恁有准备的要表演呢？到底是要表演啥？是谁先表演？雅雅先表演。雅雅古早吼。哎，伊个还袂正式表演之前，咧阮兜拢唱，那不是鼻子内空嘴，迄阵几岁啊？五岁啊，六岁？六岁。好小，啊！怎因老爸就讲啊，无感情，无感情，较鼻诶，较鼻，哎，就鼻无好吧，也袂啊。啊！怎我来讲，变较大鼻，大鼻了。你还记不记得那个？要不要玩一下这个？要不要玩一下？你按唱尾声开始。哎，那不是。别去看吹那烂的那，也袂遐拄好，也袂遐拄好，气焰着红不？气焰着红不？卡比卡比，那不是看吹那一撮白发。你莫在这头前在搞，你讲你那搞的唔甘吼，来正式表演一个，啊，要不跳一个什么舞？蔡依林的舞娘。哦哟！哇哦！直接我看他看了，已经算水蛇腰了，你知？这水蛇，这运动做够专业。我较早嘛，我较早嘛就要推给。哎，音乐准备好了没？音乐准备好了哈。OK， a one， a two， a one， two， three， go。是呀是呀。哎呀！睡啊睡啊睡啊！来，你帮我水蛇腰安暖。我来啊。
这叫舞蹈啊，哪有三万舞蹈转转舞蹈老师，你注意看也肢体语言，柔软度哦，这样的，柔软度高，哎，小兰可听下落嘞，好啦，小兰，小兰家己一坨腰变成水桶腰啊，因为你刚差几级，一个水桶腰，一个水蛇腰，我就。是，我意思就讲啊，今仔三个来啊，三个拢我的朋友，那么是一定爱挑毛病，但是我但是我头先看到哦。经营后生口味真袂歹啊啦，口味真。咱这嘛无一定做有人安尼想啦。后生口味啊。那个太不想吃了，筋开腰了。你看那筋又开又软，柔软度够。对，就你拄安尼，我那那是安怎游的？游一个温泉一百二。哎哎哎！哎哎！哎呀，水哦，啊水哦，水哦，水哦，跳水舞，水哦，水哦，哎，你有跳肚皮舞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啊，那这真正晓得。天分呐，天分！啊，这你不要懂吗？来来，你不要懂吗？我不要懂。啊，不要懂。来来来，凤姐来讲评一下。我在讲的是，因为他刚刚跳舞的这种感觉就很有 power。嗯。他那个一甩的，他的手虽然是嫩爱个舞男，对，很有 power， 而且都有在那种节奏点，很棒，好，很好，力道的，没办没办。我好，姐姐阿乐。等到我有成就的那一天，也不知道爸爸看不看得到。所以我很想要尽早赶快让他看到我有这方面的成就。马大哥，你有那么帅的？哎，我看你有那么帅吗？你有那么帅吗？他在华视是参加华视训练班，你是华视训练班教出来的唱歌哦，这通没人训练班哦，有没有学过？有没有学过？没有，没人这吼，正讲阮这烦恼哦，这生性高唱，我就讲阮的业务做落在高唱，他是外放的。你是内敛的，听你的歌吼，敢那种半煞百瓦片啊呢，敢那这条唱了，要来去上山，你就感觉呢。所以当那失恋的吼，莫后白想听这款歌呢，都太棒了，谢谢。阿哥金姐，阿哥，我想来娱乐姐，阿乐我是。来来来，行了，我来叫丁叔来，他的表演怎么样？一二三。好，评论。阿姐，因为我自细汉，我是拢靠意外恩公嘛，迄个俊哥，我是拢带因兜。啊，那我是自细汉看伊大汉的。我因为较早做高追嘛，就偌大蕊的呢，一片。今嘛大蕊也无变细蕊啊。你是穿衫穿到少。哎呦，那衫少，我见你。别，今仔表演的衫拢唔是问题啊。衫拢唔是问题，真正是实力。唱歌、舞蹈还是表演，让人家感动就是好。嗯嗯，他让我太感动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他每一句唱出来，就唱到你的心坎里，而且收放自如，仿佛是嘛，以前方俊哦，他们前期的那种画面弄出来，他的画面都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感情一定是有，不错。来，哇，小芳，好，来，今晚的苏郎你注意。
哎呀！请因妈妈来提他们提落来，提啊，哎，甲提咧，甲提咧，哎，我来先收钱啊。所以你的评语就是安尼，表示讲安尼赞啊，对不对？你咧跳舞比老母较有气质多啦，哦，真正的。你老母袂晓跳啦，你老母是高手，你老母会晓跳。哎，较早啊，较早是啊，跳赞嘛，讲咱袂记得安怎，会记得安怎跳无？哎，我再跳舞，甲伊跳无同款啦，差。你的气质太棒了，跳舞。较早我们就是气质太棒。那公姐。什么叫跳舞？讲求两个字，力美，力美，也美，力，知道不？哎呀，我想看他节奏多舞嘞！这个自信，他的自信真的来了。不过这真的大家都很厉害，人家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哈！来，给泡泡外圈。我想哦，每一个我都要开宗明义的讲，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但。父母对你们的期待，我们让雅雅来讲一下。为你的期待，当然你们就难免有被期许，就会有压力嘛。我们讲个你对父母未来要怎么样的回报？真的很希望能够就是从事爸爸一样的，跟爸爸一样的行业。那我想直接了解，就是说，看着爸爸这样子一个人把我们三个小孩子抚养长大，那他真的在这个行业里面所承受的压力，然后所得到的一些心酸，嗯，那我想直接去感受，嗯，我可以感受得出来，就是我感受到了，我会更爱他，我会更孝顺他，是好。那我在这方面我会更加油，是。然后在这个圈子里面要有勇气，爱不要脸，也更小，真的，你要脸你就没办法走出来，还有当拍谁？所以现在你的声音还是比较小的，跟你在唱歌那种忘我之音又不一样的。大声用你觉得你最大的音量喊出来，说：“爸爸，我一定可以的。”好，预备，起，好，大声，爸爸，我一定可以的。对，哇，是，好，小芳，我觉得给妈妈最好的回报，其实就是让她可以出去很骄傲的说：“这是我的小孩。”所以，哎，好感动啊！就是其实，很多表演之前，妈妈都会很仔细的叮咛，然后就会说，哪里做的不够好，哪里还要加强，她都会很细心的给我很多。虽然她不会在你练习的时候在旁边一直看着你，可是她会不经意的说，哦，其实你哪里可以怎么样，这她不想让你感到压力，可是她希望你表现得更好。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回报当然是希望能够有好的表现，然后可以让他过舒舒服服的日子，因为他以前很辛苦。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让他可以在外面，然后很高兴、很自豪、很自满的跟别人说，那个是我的小孩。讲了。雅雅，为什么你哭了？为什么你哭了？我是想到说，因为除了有这些压力以外，一方面也是因为，就是我的爸爸在那个班级里面，就是比其他人的家长年纪都还要长，然后爸爸常常都会跟我说，我能陪你也不知道还有几年，然后我就会想说，等到我有成就的那一天，也不知道爸爸看不看得到，所以我很想要尽早
赶快让他看到我有这方面的成绩。马大哥，你有办法晒的？哎，我看你有办法晒无？你有办法晒无？你有这唔搭咧对无？来，哦，马大嫂，你是咧哭安怎？你咧哭安怎？哦，三姨那时候，咱拢足感动的啦。啊，我给他写哦，这个真的叫做不分胜负。我带着小小礼物哦，但我唔知你这搞呢。我若知你这搞，我一人买一卡拉多的酸辣哦，太棒了！所以有奖品，然后拿奖最叫吼，我爱拿听我台湾外国的，一人一分的奖给您哦。希望大家的未来的前途，来来来来来，三位一起来，所以呢，未来大家好，前途哦不可限量。咱今天这大人来，感谢囡仔。加油，姐！那个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我们的第二代，加油，加油！